最好玩的是，要立法院都听黄历吗？因为立院现在突然之间呐、啊，做任何事情都要看黄历。嗯，原来黄律是叫做双黄律师，黄珊珊跟黄国昌，所以啊，要听他们的。所以呢，被拴好像立法院都要听黄历，蛮有意思的哈、哦。不过，称然在闹绿诱敌深入，所以呢。 柯文哲是认为南军真的在闹所谓的临时会，柯文哲都认同南军要开临时会是在闹。结果呢，他说哦，若只有那块肉、那块猪肉有问题，不用想也知道是实验室污染了、啊。既然是这样子，那你们民众党为什么非要开这个临时会来开实案报告呢？所以柯文哲等于是在打谁的脸？在打黄国昌的脸。他们现在在抢老大哈。哦 绿党团怒轰黄国昌对议事规则无知，造成十案专案报告遥遥无期，所以这个蛮有意思的，怎么来看？其其实我觉得这一次的立法院啊，我上次讲过，三三五月，三三五月牛鬼蛇神的人全部进去，而且每一个人都要争争出头，因为太多是第一次菜鸟进去。还记不记得最近媒体公布了一个十大声量那个声量王的立法委员？ 所以这些人让媒体助纣为虐，所以呢，韩国瑜的是第一名，然后哇，这个黄那个黄国昌、黄珊珊这样排下来，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去抢声量。为了声量，可以不顾程序正义；<對>为了声量，可以把立法院搞成什么事都做不成，<對>可以这样吗？他现在就黄国昌就是用这种方式，所以他声量蛮蛮蛮前面的，嗯。但是一个问题，而且他要告诉大家他民众党的存在，嗯、而且他当然也是两年任期嘛。 他为了下面新北市长的铺铺路，所以我觉得他，而且要做给柯文哲看。哎呀，新北市长要铺路，他今天该出来骂一下侯友谊啊！对，然后那个黑小组的事情，把整个新北市凑成这个样子，<且>你都没有出来讲话，而且他要做给柯文哲看。嗯，你知道吗？我就是民众党的老大，所以就给柯文哲看，结果柯文哲完全把他看扁了。 因为现场只有三只猫，嗯，坐在那边，嗯、所以我觉得他每一个人都要争风头。你看韩国瑜那天，呃，不开临时会，给傅昆奇一个软钉子。傅昆萁昨天就有一个排着就要提一个案子，说要这个实案报告，又撤回，临临时又撤掉，就是告诉韩国瑜，我也是老大。啊、不过听说国民党党团队这个傅昆奇这个动作撤回的动作很有意见哦。对。 很生气哦，对，所以所以换换句话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要表现一下，嗯、就是说你韩国瑜不要以为你跟柯文哲已经柯柯建明已经讲好了，你们通我我才是他蓝军的这个总长，每个人都在抢老大，对，每个人都在抢老大。哦，今天啊，那蛮有意思的嘛。现在立法院开会要看黄历，哎 <laughs>、欸，您新把奇以为我来看黄历。<laughs> 啊，这个协商哈，还是啊，健全的组织应建构在法治的精神上，这是一个很重要。哦，立法院有立法院的这个议事协商的规定，我们新北市也是一样。我们民进党现在已经送进来的一个叫做哦，要开临时会。那临时会必须要三分之以上的这个议员联署。那送交议事组，议事组必须在十天之内召开程序委员会，然后程序委员会一旦通过之后，哦，必须要马上通知啊，议员来开会。 这个它有一定的程序，你不可能四点发公文，四点半叫人家来。那好了，那你在高雄的怎么办？啊、你在屏东的怎么办？啊、那你要叫人家坐高铁来怎么办？啊啊、不可能，这等。然后他比立法院长还要大，<不><他>你知道吗？这个叫做校花一折，你必须要有立法院来主持党对党验计验计，哈，就是啊，就是这个各党团，民众党哦，国民党。 哦，这个民进党，你们的都有，你们的党团都有，你们的总召都有，你们的书记长，谁要派代表来没有关系，到我们的院长室协商是来做协商，这个才是正办嘛，不是？喂、欸，怎么回事？变成是民众党黄国昌在召开党团协商，那那立法院院长要做什么？对，那副院长江启臣要做什么？老大、啊。那这个已经预约的应该有的体制了，我们国民党也不能。 谁之婆娑起舞的马美赛阿内娜，那我们自己去也会被人家看笑话。那他他用什么样的一个角度来主持？坐在这个上面，坐在那个位置，就一定他有他的身份的代表性呢、欸？你不能讲那个位置是谁坐的，一般来讲那是我们议长坐的。你怎么可以把他坐上去？我们议长来做协商的位置呢？哎、欸欸，议长的位置啊，我在欧北这一你不行啊，不能乱坐呢。啊，对啊。 在行政院院会院长的位置，哎、欸，哪一个部长塞个 o 贝 J，好看的哦，你马上下台，我告诉你，哎 <laughs> <真的 S 1>、欸，不可以乱坐的呢。 对啊，这已经哈是乱的套、乱的谱了。所以说他，他当然了哈、喔，这个佩润姐你讲到的，他可能就想就是说啊，他可能是开始要搏声量的了。那在这两年的期间，他必须要维持一定的这个声量啊、喔。他两年之后，他就要辞掉立委，他要来我们新北市嘛，因为还有两年八个月、九个月就要选举了嘛。所以说，我觉得哈、喔，这个作秀哈也不能做过头了，<laughs> 这挖垮其地作秀呢，離譜了，太离谱了。<好>不过有一件事情啊，说哈、喔、黑小楚让大家呼吸很困难。 闻到很多臭味，结果呢，有一件事情啊，我今天看到这个新闻，其实昨天我就看到了，哦、我就作尴尬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这是我最喜欢吃的，苏丹红辣椒粉，罗志强点名是陈其迈要陈其迈出来报告，欸、報告结果高雄市说拍谁哈，源头是你们新北市的厂商，是你们新北市政府啊，接下在罗志强鬼嘴变阿嘴，哦好,好，这还无所谓，大家看。 含苏丹红的虾味鲜香辣口味流出三十六万包，目前下架回收四分之一。这是我哈在看电视的时候在吃的，我好吃啊！我今晚麻烦啊你！哎、欸、哎、欸，我我我那脚掉一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说，因为呢，高雄市政府去稽查检验，检验出来之后，赶紧要求下架。 然后呢？罗志祥只要看到是哇，你看高雄哇，陈吉迈，陈吉迈，陈吉迈，就是他整个人身呃，他整个脑中脑中充满了政治上面的操作。也就是说，对于石安，大家都希望说滴水不漏，但是罗志祥的反应证明了他没有石安，只有政治，否则他不会听到高雄，然后就立刻跳起来，还带着麦克风。 跑进一场，陈其曼要出来负责。厂商是新北的，所以新北有责任告诉大家，你这些流向到哪边去了，到了哪一些县市，做成了哪些产品，这是新北市政府必须给全台湾一个交代。所以哦，就是说，我觉得我当然可以理解新的国会组成，每一个人，特别是这些新的委员。 都期待能够有表现，每一个人都在冲，但是麻烦用点脑好不好？用点大脑，大脑是个好东西。希望你们大家每个人都要有一颗，不要为了这个政治作秀，然后把真正应该关心照顾的石安抛诸脑后。刚刚的黄国昌跟我现在讲到的罗志强都是同样的，同样的道理。黄国昌他昨天不是？ 哇！你看，我很重视石安，所以我赶快召集协商。他今天再度开一个记者会，哎，我，哎，我我也在外面啊。我赶快赶回来开这个朝野协商啊！为什么？因为我重视国人的时安。如果你真的重视国人的时安，你早就在第一次朝野协商的时候签签字了啦。所以不要用同样的戏码一演再演，会被人拆穿。如果真的重视石安。 昨天就可以实案专案报告了，你故意背个让实案报告冷冻，至少要一个月。如果你真的重视，一千字，昨天实案专案报告就已经报告了。所以啊，我又看到了今天这些新闻，又看到了罗志强讲的这些新闻，真的是黑客脸吼、欸，诶叫做乱开枪，结果去开到了谁？去开到了侯友谊。 然后我又看到了这个食品也，也也不小心用到了这一个苏丹红，所以朗东，哎、欸。 这个麻烦呢，哎，是苏丹红就是在新北发生的事情，而且都是小朋友吃的比较哎，欸、是新北的进口商，他先买了一堆这个苏丹红，然后这个苏丹红到这个月七号的时候，是云林县哦，云林县去跟新北就是讲，是说呢，从的这些红辣椒粉里面验出这个苏丹红，新北才搞清楚说，哇，原来我们的厂商出包了，然后呢才去验，验了之后才有去通知高雄市的这个厂商，因为高雄市厂商跟他去买原料啊，拿进来做嘛，然后现在是说有些知名的这个。 這个零食哦，小时候很常吃的这个，也呢这个有呢这个有数张孔，现在有已经开始在下架回收了。那所以遇到这个事情源头在哪里？就是在新北嘛，新北还是云林通知他才知道。你如果要去说要去立法院报告的话，当然是先找侯友宜去报告啊，顺便去问他一下說，说、欸、哎为什么深坑的这个发生这个火灾这个事情没有第一时间好好去处理，一次开工两件事情效率會,会非常高嘛？结果你会发现是说这些蓝营的这些立委罗志祥过去不去监督柯文哲，然后现 现在呢到立法院里面的话，又把炮手完全指向民进党。他指向民进党也没有关系，你执政要去监督是很合理的。但就石安这个问题的话，很明显啊你针对这件事情，你去指到陈其迈，意义不大，因为整个源头是在新北。<coughs> 最后补充黄国昌啦，因为黄国昌他原本是更小精神 e n y 嘛，他就是没有招位，很生气，然后就是故意要去搅局。搅局完之后又被我们骂，骂一骂之后他怕没面子，所以说就赶快说这个一个小时前说啊、哎、要草野协商，意思是什么？就是他不是他搞砸了石安造报。 他也要协商，是蓝玉不跟他协商。重点是哪有什么一个小时前通知就开会这种事情半半？半个小时，半个小时不好意思，我讲错，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前通知。所以黄国昌就是一直在维护他的颜面，但对柯文哲来讲，黄国昌跟黄珊珊就是黑脸白脸，黄珊珊跟蓝银合作，黄国昌就在闹，用这个方式在吵声量啊。那另外我们还再来继续来追有关在金门中国的这个三无。 这个快艇没有船名、没有船舶证书、没有船籍港登记的这个三无船舶，等于是海盗船的这个船舶翻覆的事件。陆船翻覆，两渔民罹难。金门地检首度证实海巡执勤没有录影，当然没有录影，因为为什么他紧急嘛？驳斥海巡署隐匿碰撞中国快艇，管碧玲说第三人责任险就已经揭露有碰撞的事实，他并没有隐瞒啊。再看海巡署。 铺露出取缔中国快艇没有收 <coughs> 未收证录影的缘由，呼吁相信司法。好，因为该执法船艇未配备全船监视系统，原因在这里。另外，中国船越界翻覆事件获救的渔民已经送回中国去了。他说对台湾执法程序没有意见。我们看个相关报道来：中国渔船越界捕鱼翻覆意外造成两死，罹难者家属在红十字会人员的陪同下。 二十号抵达金门招魂祭拜，原本遗体在检方香验后预计要火化，不过家属却一口拒绝。现在人也走了，先留下我们怎么办？我们需要的就是一定要查明事情的真相，还给我们一个公道。家属情绪激动，哭诉要真相。 两名生还的中国渔民在海巡署和地检署询问的五份笔录里面，只是对台湾海巡的执法程序没有意见，却没想到人一踏上中国土地，说法就全都翻盘。我们自己船怎么可能翻掉？要开几张，万一转不翻不掉，要撞撞回才会翻掉了啊！冲一下，把我们顶翻掉了，我们就钻到水里面跑出来。 四个人只有两个上岸，这些相信都可以在未来的侦办过程当中，可以借由剪掉来让事实厘清。民进党立院党团干事长吴思瑶转述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在民进党中常会的报告，强调海巡的执法绝对站得住脚。至于外界质疑为何船只翻覆当时没有影像记录，海巡也提出说明，该收讯器材置于驾舱。 遇有登船检查或突发状况时，由负责同仁运用收证。在高速追逐状态下，船身多次接触，船身易受海浪影响剧烈摇晃，同人在高度专注维持平衡及准备强靠登检状态下，致该名负责收证同仁未及拿取收证器材进行收证。海巡解释意外发生当下情况紧急，家长第一时间忙着救人，才没有进行收证，绝对没有隐匿。准总统赖清德也在民党中常会上指示要妥善阴影。 同时确认，未来的执法要作为台湾渔民和执法人员最强的后盾。所以看到的这个事件，中国海警强登金门观光船，你看，因为这个事件，他竟然强登金门的观光船。听好哦，不是两岸小三通的船哦，是到金门去的观光船哦。好，金厦海域紧张，美国白宫国务院讲话了。那所以呢？ 今夏海域紧张，白宫重申反对任一方破坏和平。所以我们看看苏立文怎么讲：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反对任何一方采取任何破坏和平与稳定的行动。美方也正在密切关注北京的行动，不要单方面改变现状。所以啊，看到这里怎么来看呢？这次是这个事件，其实从 M 五零三之后，美国就已经开始关心有关台海的问题，所以也派出了五艘航空母舰。 在西太平洋准备做巡巡逻，这件事让中国非常没有面子，所以中国现在继续来挑衅。那我们说这艘游艇其实是一个游船，它里面有呃一带三十几位的这个观光客跟船员，他们是绕着金门绕一圈，呵呵但因为附近有浅滩，所以稍微偏移到这个就公共海域的时候呢，中国海警就直接拦船，派人上去检查。对不起，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情。 因为事实上不是只有中国的这个游艇会进入到金门，台湾的游艇也会进入到这这个领域。那过去台湾的做法是知道这是游艇，所以呢只会跟跟呃伴随哦跟他说稍微离开这个海域，从来不会登陆。所以这个事情对于美国来说，这已经牵扯到这个你海警已经侵犯到这个台湾主权的这个这个呃游艇，所以这事情非常严重。 现在这个消息已经变成国际的新闻哦，而且你知道新闻怎么来的呢？是这个美国国安单位哈、哦、例行对记者来做报道的时候，记者主动发问，没想到记者主动发问的时候，美国两位高阶的这个官员都这件事表达极度的关心，认为这是破坏台海的安全。而你知道，破坏台海安全这件事情是美国跟中国不能过的红线。 你不能单方面破坏这个这个这个所谓的呃海外安全，而事实上这个世界里面最过分的是什么东西？你知道我们派红十字会把两位生还的送去对岸的时候，说哎、欸、我把人交给你喽，请你签下名字，你签收了这两个人，对方官员拒不签收，这什么意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其实我们要讲说有没有这个拍摄的一个行为。 基本上来说是要判定到底是谁撞谁，但我们确定一件事，因为我们希望对这死者有所交代，所以我们已经由我们政府要求第三方责任险来支付，就是说有碰撞事实，就中共却说一句话，说是挑衅的行为，我真的很难想象中国把人命当作所谓的政治斗争。 这是一个令人全世界不能接受的，而且我们很很友善的用红十字的方式来做这个交交易，呃，这个交会。但我们回头一件事情，中国针对这个事情，他真的有表达的善意吗？我们来看一下。 过去其实他们扰乱我们台湾的事件里面，在从一百零六年到一百一十年到现在为止，已经发生九百一七件，这是有案可考的。但实际数是多少？你知道早就超过六六千艘所谓没有记名的黑船来骚扰台湾。你觉得这事情中国不要负责吗？嗯，怎么来看呢？其其实我看这件事情啊，现在这当然有一句，这这個、比较呃，清南营的這,这些人名嘴就是说。 因为呃，这个船把它撞翻掉。但是一个问题就是，内稍有快艇。第一个，那个四个船员，两个贵州人，两个四川人，你知道吗？那些人根本就不是渔民。嗯。然后渔船也不是快艇。嗯。然后这个快艇呢，就是说，你今天跑来这边，好像来来捞捕鱼好了。这个季节没有鱼可以捕啊。嗯。 对不对？那个丁丁香鱼也不是这个时候，黄鱼也不是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就没有什么鱼可以捕。再加上你那个渔船不是捕鱼的渔船，所以换句话就是说，那个来是来绕的。嗯，我觉得他就是故意来绕，就是来那边绕来，然后来会不会有其他的动作？譬如说 smuggle，有,有,有没有那个我就不知道。反正就是来绕事的。嗯、那我们这边那个快，这这些人去追他是对的。 因为你越界,越界然后去追他，然后他就跑跑的话，那你说我们就把他撞撞倒了，那个是正常。因为你那个小船跟我们那个大船本来就不能比，可是当然就是我们没有录影啊，这个这个大概是。不过第三方责任险这个是可以去处处理的，<laughs> 就可以看得清楚。<對 S 2> 我们表达善意，就直接说是碰撞了。对对，<對 S 1> 所以哎，k i m k 看起来中国人啊真阿爸呢。当然啦、啊、哈，不过这里 用国话跟你讲哈，你当过内政部部的部长对不对？嗯，海巡署、哈，警政署都是你管的。嗯、海巡署现在是海洋委员会，海洋委员会还有以前是内政部的啊，现在是海洋委員會。海洋委员会管碧岭嘛哈，你、欸、我我我曾经哈去这个警察，因为我在六省就管警察哈。那我有一次巡逻哈，我就去看警察他们在执行，在执勤哈。我一下车，有一个女警哈，她长官好，报告长官，我们全程录音录音。 他这边哦，有带一个东西，对他要要出门之前，他们都装备齐全才能够出门。嗯、你今天你说哦，海巡署，你说你今天你要去看现场，你没有全程录音录音，哎、欸，这样子好像不大对呢。我还是要讲一下，因为我们现在的警察的素质都很高，<對>只要出勤一定都会所有的全程录音录音，包含我们现在开车都有一个叫做摄像头。你今天你要去看现场。 为什么没有录影？这好像也说不大。过去。你当过内政部部长哈、喔，呃，包括你这把海巡署、我五十个海洋委员会惯你啦。我觉得我们的中央哈、喔，因为这个是船舶的配备的问题，都都配备到。一艘一艘船哈、喔，它是三百六十度，嗯，三百六十度，所以那个是配备的问题。董连亮的准行不行和你心，我都全部配备到。嗯、这个跟人出去是不一样啊、喔，我也要把这个讲清楚。就像我们的车子一样，我们的车子现在当然前面有录影，后面有录影，嗯、那旁边就没有录影了。 旁边都没有录影的一样，我们的车子也没有三百六十度录影啊，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样哦，所以不能说我们的海巡署的船因为没有配备这个，我们就有过失了哦。那<對>不是说用万米光无过失，我是说我们还要再求精进了<對>但是好、哦，中国这样子哈、哦，我觉得如果在我们的这样的哦，我们的渔权范围之内，他过来的话，我们觉得这样子哈，哦、我,我们要谴责他们來的對。来闹事的，来闹事的，来闹事的，来闹事的。我、哦、当年嘛是来来乱的。嗯